不住想要吻你的冲动，我确定我的执着能让你感动。我跟我意思，你们两个还是你们是同学，我们是大学同学，对，大学同学有这种事情，怎么不早说？其实很多人不知道，对，默默的，第一次。你看岁月的改变啊，岁月不改容颜，对不对？老朋友，哎。只会越来越老，你可以小孩都生了，朋友对不对？好朋友多接近，坏朋友多离开。三人行，他必有我师，对不对？那这种你唯一不能选择就是老朋友，朋友还是老的好。对了，对了哈。人说朋友还是老的好，才跟情人呐，情人哦，对，情人，情人还是老的好。两个人有大学的期间有发生过什么样的可爱的事趣事吗？我们大学还蛮常一起的，因为我们的那个学校比较特别，就是我们是以前前面是叫北体，后面是叫台北市立大学。哦，北体。然后我们那个系就是有分街舞组啊、特技组啊。哦，你是特技组，我是特技组的。特技组。对啊。他以前哦，对哦。腰很软的那种。李昌华的，你是软骨功嘛？对对对对对。哇，哎呦，哎，取到这种软骨功的，是阮经天的骨功啊，软骨功。软骨功，特技组，对，那时候大家感情都很好，然后很常一起表演哦。那最后有革命情感了啦。对，然后看到那个果果这么幸福，蚊子心里面有一些悸动嘛。其实对，也是蛮幸福的。希望可以赶快看到你的决绝啦。决绝。蚊子就从绝绝来的嘛，哎，那欢迎生物课有上过，人家动软，他动绝绝绝。我的心是被你设定的闹钟，哇，好熟哦。提醒我，这两句应该就会了。想你的时间不够用，什么歌？为什么？蚊子，冲动吗？冲动，这样没有吗？冲动，对，恭喜答对。好，来演唱十六分。不住想要爱你的冲动，不确定你属于我会有的寂寞。请出题。想依靠，想微笑，想拥抱，仍然是你。好，卡住。哇，没有卡顿哦。需要有你重获信心。来，谢谢，帮忙拉一下吧。艾莎，起床喽！不用拒绝，加油！跟时间讲和，时间讲和。某月某月份，对吧？哦，我知道。爱到某年某月某一天，歌名叫做《爱到某年某月某一天》。打错？打错吗？我知道。爱到某年某月某某一天。好，这第二组。某年某月某天，答错吧？某年某月某一天。等一下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路线，不是这个路线。啊 ，Zen Zen Zen Zen， 不是，没有，哎，他们还可以拿回来吧？剩你们了。要不要试试看？对。某一天应该是要往新的方向去想吧，2024吧。哇，那太新了吧，太新了。而且是那个萧秉治帮他写的吧？第二轮，分合啊呀，对了，是新的哇，新歌新歌了，新歌新歌新歌，又过了分分合合，来唱起来好不好？来，又过了分分合合。变成最喜欢的人，最相信了，我相信了，没有什么能让
对，跟爸爸每天在一起，结果忘了他这一首是不是新的歌哦。